台中沙港有八公年历史的天府尊，是台天公司拿来发展的水尊。它水尊顺行的形态不同，现在遇到实施落落确确。沙港气功所去年冒出一张也不给张顽固。气功所为同26经验判天行发通，不民众感受老水尊同形态有几像的。台台中沙港亲自看顺条天佛尊，是1922年用人工捏出来的水尊，主要是要条八宝尊的水，多沙寮国天崇佛天，都也具有八公年历史诶。水尊顺条神态普通，是民众休闲天行好素材。看起来好像比较漂亮啊，以前好像都围起来比较破烂啊，现在就看得好漂亮，我不知道他就说。准备要启用而已啊！那天佛尊用行路啦，运通之处啦，啊，看到呢，警察才同翻译，啊，嘛是用介绍了社工的地方啊，吼，真好运通一个地方啊。那条天佛尊吼，特别俺细汉的时候，上课拢行对拢过，噶那条天佛尊哦，无围栏，啊，噶路很难，啊，那政府了改众多自然生态步道吼，有围栏较安全的吼。因正生态葡萄基金26年无去修正，沙港气功所同高农部高工局争取1500万元经费来修正，韩国加上部分景点设施，最近施工创伤基金申报完工诶。因为那个步道哈，那多年来都一直没有加以修缮，那部分的栏杆啦、路面啦，好或者是凉亭都有了老旧的破损哈。那我们利用这次的机会呢，把它加以整修，让来到这边的游客呢，能够来这边打那个拍照打卡哈。那我们在3月26号要重新的开放使用，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见走。全长1.5公里的天佛尊神态葡萄，由新设的种子艺术施压一发，看得到沙港的全景。归路的有数的带引每一辆，神态一丰富，一合适亲自休闲也爱倾向。下个新闻，李新龙台中报道。